神各地所有爱好庙会文化所有的好朋友们哦。那这边呢是由淡水平安师所搭设的庆赞我们的新台，欢迎呢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哦。那现在呢我们整个绕境的队伍哦陆陆续续呢都在通过呢我们淡水平安师所搭设的庆赞红毯，这边欢迎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哦。
说，因为这个淡水整个大拜拜，还有呢整个的我们淡水清水祖师的整个绕境的由来，其实呢这以前呢就是因为有瘟疫嘛，哦，那所以呢在瘟疫的同时呢，借由我们的神尊的护佑，让瘟疫可以得到平息，所以呢每一年呢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呢，在淡水地区就结合了很多呢大家呢所很多的正统朋友，还有呢很多呢参与今天呢整个夜访，那夜访还有明天日访的哦，整个的活动的好朋友都会在这两天都会来到淡水哦。当然呢在这两天呢一路上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呢，在大街小巷上面呢都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正统队伍现在正在绕境当中哦。